新春又是一个比较早期上架的点圈 A 人，我是没想到他还能迎来调整，虽然调整的幅度不大，主要就是一技能的前摇，还有二技能短按的后摇，但也算是让这个忍者有了一些体验和强度方面的提升。新春又的防反机制可以说是他的核心亮点，防反成功后，本体还可以消失一段时间，然后自己可以主动点击普攻提前出现，或者是等待防反消失后自己出现，并且还有一个跟分身换位的效果。一技能前摇变小，起手的速度更快，长短按基本算是融合了小右的两个技能。练习场中奥义可以接长按一技能，但实战中不太推荐，很容易接不到，建议还是蹭斗为主。经过了这样的调整，新春又不算特别强，但对于已经招募的玩家来说，可以用得更顺手了。Mm-hmm.